一定是郑重健司。要靠近看吗？三个一起照进去，不用照镜。三个都照进去了哈。嗯。然后慢慢的缩短，慢慢的缩进，一个一个的照。然后把我们的身体侧面也照一下，看看我们侧面呢做的对不对。照到正侧方，正侧方，走到正侧方。后面要吗？后面不要了。好，再到正到再到前面就好。垂直卷子分开的，也是浑圆砖的一种，撑爆。侧面了。嗯，手会疲乏，手会疲乏，有些僵硬的感觉。手会疲乏，要改做手会疲乏了啦。OK， 没有关系，好，就这样，他不会就是。手会疲乏是什么？你看看左边。